你们看我的特斯拉开门以后照在地上的迎宾灯是不是有那味儿了？但这其实并不是原车的迎宾灯啊，原车的迎宾灯只有这么点亮光，太寒酸了。我新换的迎宾灯光线既亮又有特斯拉的 logo 和字母，每次上车下车的时候都能时刻提醒你是尊贵的特斯拉车主。新款的迎宾灯与老款相比，照地图案面积更大，光线更亮更暖，而且还附赠了安装使用的羊角翘工具。安装前先把玻璃降下来一点，然后用附赠的工具把原车的迎宾灯从孔中撬出来，从开关中把它推出来，再把新的迎宾灯插上去通电，最后再把迎宾灯塞回到孔中卡住，安装就完成了，非常简单。但之前很多人担心老款迎宾灯短路或者是坏掉以后玻璃会自动上升，这时候再关门的话就容易有挤坏玻璃的风险。新款迎宾灯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，在电路中加了一个保险回路装置，这时候即使人为把灯珠搞坏搞短路，玻璃也不会上升了。视频中展示的很清楚啊，这回大家可以放心了。四个车门每个门都可以搞一个迎宾灯啊，每次下车的时候既增加了照明度又提升了档次和颜值。特斯拉 Model 3 Y SX 四款车型都是可以适配的，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在屏幕左下方小黄车选购哈。散会。